现在进入最后一个主题 ，Google 相簿。我先问一下大家，请问你相簿有没有照片有没有做备份？因为现在大家很方便的那个，不管是你相机或者是智慧型手机，到处都在拍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笔记也用拍的，真的啊。我们三哥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啊，啊，平常也无抓，无抓抓，无抓笔的哇，但是有抓一支，就用拍的哈。那但是重点是你的相簿有没有整理？第一个要做备份嘛，因为手机会不会掉了？以前钥匙掉了，捡起来就好。现在手机掉了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很多私人资料在里面，而且可能一些认证也要用到它嘛。好，就是有价证券啊，现在可以存在电子票券之类的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手机除了掉了，有没有可能坏掉？有啊。像我有个学生不小心就掉到马桶里面了，真的就报废啦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备份出来，其实危险了，确实是危险了。那你怎么做备份？有很多种方法，有的人是比较勤劳，就是回去之后点上去，可能就是自己再抠出来。但是呢，其实你用 Google 的有一个好处，它有一个叫 Google 相簿，像在这边有没有？那你可以透过它自动同步的方式，帮你自动做备份。可是呢，这边你可能就会提到，又有一个疑虑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Google 账号不是15G 吗？那如果同步的时候，我照片很多，照片一般来讲现在都还好，但是像我就还蛮习惯用录影的，录影档案是会比较大一点。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快空间就不够了？所以呢，它呢这里有一个，就是如果你是1600万像素以内的，这一点很重要哦，我讲哦。然后呢 ，Full HD 是多大？这样有没有？我们在看那个 YouTube 啊，各位有没有注意过？你 YouTube 如果你的影片画质比较高，或者是像我们这边，你看我们这里点这个，我点两下打开。有没有注意到右下角这里有一个哇？画质比较高，不是会有一个 HD 吗？画质如果超过1280以上的，就会有这个，就会有这个。但是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哈，如果你回去再看我们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有没有刚刚修夸补补？现在好像还好了。哦，如果你一开始点的时候有发现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清楚，有没有？现在好像不是那么清楚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预设那个品质会用比较低的。我没有录那么差，好吗？请你来这边强迫他，有没有发现超过这个就这个？嗯，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哦，这个指的是什么？影片的宽度还高度？你觉得是影片的宽度还高度？大部分的人回答都是宽度，但是答案是错的，这是影片的高度，所以这个是1920。乘以1080，这个是1280乘以720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呢，你如果在看我们影片的时候，你可以强迫它用最高品质，这样你的视力会变好一点，有没有比较锐利一点？按了解哈，这个是顺便跟各位稍微提一下，如果你在看影片的时候有发现，好像品质好像补补，你就强迫它一下。哦，那如果呢，我们的这个 Google 相簿的话，你传上来，只要在这个以内的，是不计算在那个15G 的空间，等于无限容量就对了，就在这个以下的1600万，应该各位的数位相机，可能也许会有到1600万，但是手机大部分没有那么高嘛，对不对？传上来就好。那手机大部分录的影片，除非你是很高档的，不然大部分也是到 Full HD 而已。有的现在有 4K 的嘛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档案就大很多了，哦，就大很多，所以稍微留意。那这个怎么设定？你进来里面，手机上 Google 的相簿是一个 APP， 哦，你可以装起来，哦，你可以装起来。你看这里有，哦，你也可以从手机，就是那个电脑端进来。电脑端怎么进来？一样，九宫格，有没有找到相片？嗯，哦，从这边也可以进来，哦，你待会可以进来看看，在下面这里，再看一下，左边是不是有个这个？
好，你把它点开，有没有一个设定？把它按一下，有看到刚刚讲的这个了吗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是用原始大小，那当然它就占你的空间。好，但是如果你用高画质，也就是说 Google 有帮你经过压缩，好，稍微经过压缩，档案会比较小，但是画质接近。我不敢跟你讲说百分之百一样，但是至少比较接近。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完全不占你那个空间，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把它放上去。这个是第一个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档案大小的这个部分哦。所以你要做备份，你只要连线上去了，如果你是手机端的，你可以选择在这里这边有没有行动装置跟电脑上同步有没有？哎，你如果用你的 APP 的话，这里有画面哦。你安装完了之后，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备份你的相片，是连接到 WiFi 的时候才备份，还是用你的行？因为有的你如果你是 4G 的，有没有行动网络 4G 的？那也许行动的时候就是拍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备份，也可以。好，那就看你可以选择是哪一种，这样了解吗 ？OK 好，你可以选择备份哈。然后呢，你看在这边有没有里面一样 ，APP 里面还是可以做这个设定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做，也可以在 APP 做，反正你设定完了。两个都是同步的就对了，好，两个就是同步的，这样有没有了解的？所以你下次我只要 APP 装完了，它自动就会抓你那个相片的那个资料夹，手机上的相片资料夹就会自动把你传上去。啊，你有了解齁？那我这边我先暂停一下，就是那个录影的部分，我给你看，因为我刚好上礼拜去宜兰嘛，我们去四天，那我就会拍很多啊，拍很多，那你回来要整理吗？你觉得呢？你们办活动都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的啊，整理照片也要花很多时间的，要不要？有些不是要顺便做一个影片吗？这些 Google 都可以帮你做得到，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只是因为那个有私人的，我就这边就不录了。好，来，